6月30日，谢娜在网上抛出一组为跨界歌王抓紧排练的幕后照，并配文说：“传说中的太阳歌后现身排练厅，这次要练3首歌，装作一副没有压力的样子。”照片里，娜姐戴着白色的鸭舌帽，手拿麦克风，一副超级淡定的样子。与乐队合作一番后，还抑制不住内心的小开心，笑了起来。看来娜姐此发信心十足啊！随后，张杰也在网上抛出一张与谢娜合照的照片，并发长文讲述了爱情努力练歌的过程，练习气息，让每一句找到最合适的换气点，练习高音。直到嗓子疲惫，喝一口水，继续练习，练习节奏，伴奏静音，清唱到一半打开伴奏，看是否同步，练习台风，对着镜子表演，直到看到最舒服的自己，最后还不忘大赞其唱功飞速成长。作为张老师，我很负责任地说，他值得你们的每一份鼓励，加油吧，享受这个舞台，这把狗粮真是甜死本捞了呀。芒果捞新闻，看到杰娜依旧这么甜，本捞也就放心啦。报道。